你过来啦，呢度有咩食啊？请你尊重啲，我叫大眼鸡，我呢度咩都有。咩都有？有没有刺身啊？我想吃刺身哇。刺身啊？有咩价位啊？都系越平越好噶啦。等等咧。吓？你玩嘢啊？青瓜红萝卜刺身啊？咩问题啊？你要平啊嘛。这样也行。表妹，你看这个啊，红斑斑。跟那个三文鱼刺身一样的吗？点个豉油都是豉油味。你有啲混吉啊！我换真个三文鱼嚟。有啊，三文鱼咧就$100一斤，呢啲咧就$8。啊，你系咪要换啊？啊？哎，表妹，你不是最近减肥吗？我们就吃这个啦。哪里？大太龙过来。咩事啊？咩事？你啲刺身里面有寄生虫啊？啊？哇！寄生虫，嗯，冇，呢个系冬虫草嚟嘅啫。What？ 冬虫草？你唔好以为我冇食过冬虫草啊？咩嘢冬虫草咁短啊？你平时食嗰啲冬虫草啊，佢系晒高原上面嘅，所以会有啲长。我呢点啊，本地嘅，所以短系正常嘅啫嘛。短？看你就有面短喎。哦，冬虫草啊，你食咗佢我咪信啦。啊，真香！哇，上头啦，好精神啊！老细你仲食咩啊？吓？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尴尬吗？等我请首先文哥嚟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啦，好嘛？你文哥可以，嗱林啦。A B C D E F G S Y K J L N N。啊？念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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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